这里是他最有可能的落脚点，我已经监视了周围的两片居民区，如果他有活动的话，一定会被发现。嗯，他如果真的藏在那儿，他一定会尽量的正常起居，他怕引起别人的怀疑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周围的居民有没有听见什么呀？他骑着自行车深更半夜进出，应该有人注意到。这一带出租屋比较多，我已经把房东、二房东都叫来了，正在盘问当中。主汉庭最后这一个阶段干的什么事儿有眉目了吗？大致的轮廓有了。安德森路的酒吧是他目前启用的唯一的据点，他就住在楼上。哦，另外祭祀这个地点也搞清楚。这张图，这张图是在何秀宁的交通站找到的，很显然是帮助他新来的同伙熟悉上海地形用的。您看，祭祀在这儿，海关四号仓库。周汉庭在这租了一间带院子的部分。派人去了吗？去了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嗯，那一定是他们的集合地点，要派重兵悄悄地蹲守。啊，我已经这么做了。你说这个周汉庭为什么把集合点设在海关仓库呢？这里比较偏僻，也宽敞，适合组织活动和藏匿武器。我之前说过，这些细节跟庄云清有关联，而这些关联就在这儿。你看啊，庄云清的药品下船后直接放到了海关仓库，而周汉庭的备用据点也选在了海关仓库，这是巧合吗？我明白了，这绝不是巧合。庄云清的船改到上海，所以他们提前渗透进海关仓库，等船一到，他们马上把药品抢过来。只有这样解释，才能把水手跟摩西行动挂上钩。嗯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段海平已经两三天没露面了，他一定在筹备庄云清的葬礼。等葬礼结束以后，你跟他认识一下，把关系接过来啊。哎，段海平的关系，新街不是管理的挺好的？他不适合干这种事儿，他太直，没耐心。这倒是。不过新杰搞行动可是一把好手，您看这一个多星期，他可真够露脸的。我想完事以后给他放个长假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露面太多也不太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李德元最近怎么样？有新消息传过来，029告诉李德元，打入咱们第八局这个卧底，代号031，也就是说他是中共情报部门的第31号人物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几天前。局长，有齐处长的电话，是不是接到您这里？接过来吧。嗯。喂。我马上到。局长，找到这个落脚点了。处长，就是在他的房子里发现了特殊情况。哎，跟我们处长说吧。处长，我的那套房子吧，就在那二楼。哪间？就这个。我处长，我都租出去4年了，可是住户吧始终没住，昨天突然就回来了。你看见他了？没有啊，是隔壁邻居听着有动静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吧始终是空着的，觉得很奇怪，以为是来贼了。就来告诉我来了。你知道那个租户原来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和这租户只是签合同时候见过一面，他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。人家出钱我出租，他来不来住我也管不着啊。你们只见过一面？是是。撒谎？不敢。他每年的租金怎么给你？交房租他都寄支票给我。这，哎，你看你看，这是签的合同，还有支票存根。照片。看看是谁。
阴面、安静点的房间。有。给您，203房。好。哎，欣姐，回来了。来，来坐。刘处长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我让他来的。好了，说说情况吧。啊，这个公寓是边二南4年前租下的，这4年里没有第二个人来。一直是边尔南亲自管理的，也就是说，这4年里从来没有启用过。我由此断定，这一定是水手专用的中途站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这个人先是出现在码头，所以他是水手的可能性就已经很大了。之后他又来到了这个中途站，所以你就认定他是水手。是，综合以上因素，我确认我现在追踪的就是水手本人。大家的意见呢？可惜码头和公寓都没有目击者，也没有人告诉齐处长，这水手嘛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对吧？是可惜，我在公寓里也没有找到他的指纹，但是我有了他的血型，有了他衣服跟鞋子的尺码，还有经过前天的战斗，他的组织已经溃不成军。我现在已经全面部署，抓捕他的残余人员。水手虽然在逃，但是我相信他逃不久。好了，搜索水手的行动胜利在望，包含呢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，心结也是冲在第一线，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放松放松了啊，等着培林的结果。包含，说说你的木马进展吧。截至昨天，所有人员的潜伏已经到位，木马计划的第二步已经接近了尾声。这里是所有人员的花名册和联络密码，我现在正式的移交给你。移交给我什么意思啊？同时请你考虑我的身体，并且尽快答复。你先坐下坐下坐下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波涵向我正式提出辞职。你们可能不清楚，当然了，不应该感到什么意外。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李波涵，无私、谦逊、孤傲。当重要任务完成以后，他激流勇退。不过，博涵，经过我的再三考虑，我决定驳回你这个申请。我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木马计划还没有完成，
你不能撤出。诸位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木马这支地下军队的管理与指挥，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科学？我想采取水手组织的方式，并列。那么我需要一个主线，也就是说水手的军师。不寒，我希望你来做这个主线。谭中树究竟是想控制李伯寒，还是要给他更大权力，或者是两者兼得，再用李伯寒来牵制其他人？大家开始了新的一轮猜测。这就是谭中树的意图，他要把每个人都困在局中，谁也别想置身事外。顾生。先生您好。以前常来的顾小姐最近来过吗？最近没来过。好吧，还好。顾小姐呢？不是说先去接她吗？我没找到她，昨天她就没去学校，也没请假。她常去的地儿我也去看了，也没有。那她家里呢？这个情况挺反常的，我没敢贸然去。要不我去吧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。也好，不过你要注意安全，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的话，就不要和他接触。前面的路口右转，第一个丁字路口左转，左手的白楼就是。他们家住在三楼，左手第二间。如果他在家的话，你们有约定的暗号吗？我会说我请他喝咖啡，他如果说想喝绿茶是安全，想喝红茶是危险。不过这是以前开玩笑时候说的，我怕他已经忘了。没关系，我会察言观色的。你下车以后，我到丰台路口等你，你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顾小姐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Thank you.
老刘，阿九向我保证过，我们的孩子会出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。你觉得会吗？一定会。他还告诉过我一件事情，他说他也姓刘，他是你的亲弟弟，对吗？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你是孩子的大伯，你应该给他起个名字。我还不知道，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。是呼吸支部的游击队员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家的钥匙，我家没有暴露过，非常的安全。好。等孩子生下来，托呼吸的同志告诉我一声，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，我会去看你们。你一定要活着，你还要给孩子起名字呢。如果有一天孩子长大了问你，爸爸在哪？怎么说？说他爸爸跟我在一起，保证。电报记录没问题啊，日期不会错吧？不会错，运送药品的第一艘船该到上海了。可是中断联系已经一整天了，我一直在呼救，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会不会是技术上出什么问题，或者说这船延误了？这不大不，你再到总局的无线。
局长。哦，威廉，眯了一会儿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您看，我有个发现，这是今天上午拍的庄云清葬礼的照片。去啊！这个就是我的发现，段海平根本就没在葬礼上出现。他会在哪儿啊？直接给他打电话。我给学校打过电话了，学校说他从昨天上午就没来过。家里呢？家里没人，装饰公司我也问了，说从庄云清发病当天起，他就没去过公司，也没去过俱乐部。更奇怪的是，葬礼筹备委员会的名单上也没有段海平。他会去哪儿？那最后有人看见他是在什么时间在哪儿？前天中午，他从学校下了课直接回家，就再也没人见过他。报告，请进。首长，好，找我有事是吧？坐吧。哎，老李啊，啊，有个新的情况啊，组织上打算让你去北方，到几个老根据地去参观学习一趟，哦，然后好给你安排具体工作。让我离开这儿啊？对呀，你不是一直想去解放去看看吗？啊，对，那当然当然，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成型啊。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？今天就走，咱们谈完以后你就回去收拾行李，有两位保卫局的同志去住处接你，他们负责护送你。好，那一切服从组织安排，谢谢首长。在你走之前呢，我得请教请教你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问。上海那边出事了，前天晚上在和平码头，上海地下党和第八局之间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。当时上海地下党在执行一个重要任务，护送一位重要人士出海，消息泄露了，谭忠树派人到码头拦截，当然那次行动还是成功了，但是不幸的是呢，我们在第八局的那个人不幸也卷入了最后的冲突。哦，就是您跟我提起过的那个031号同志吗？对。那031号同志会不会被怀疑啊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一般是由谁负责？应该是齐处长，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调查的基本程序呢？齐处长会在第一时间做现场勘查，然后询问目击者，还有参与人员，当然这都是常规的一套，不过这一套也是他最擅长的。我明白了，这事你怎么看？
我觉得，既然有危险，那我建议应该让031号赶紧撤离。还有，当时牵涉到的上海地下党人员应该全部撤走，以免他们被破获，造成这个031号的暴露。你的建议很好，但这也是我最为难的一点。上海地下党一方就是那个水手。哎，柱子，那个我先出去解个手，一会儿有两个同志来找我，你让他们先等我一会儿啊。是。哎哎。哎，同志，哎，麻烦您问一下，李德元同志是驻站吗？是这儿，是这儿，里边里边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哎哎，我们进去。就算这个段爱萍没有参加庄云清的葬礼，恐怕也说明不了什么吧。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前天中午，之后再也没露面。要不我去他家看看？搜查过了，家里没人，已经发了通缉令。局长，庄云清那三条船的下落我找到了，我刚到总局无线电处就收到了新的调位。一直到刚才才回。奇了怪了，昨天天气很好，况且这三条船又不在同一个水域，怎么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失踪？肯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我觉得不要紧，根据信号强度的判断，信号源应该离上海不远，他们应该正在驶向上海。能找到精确的位置吗？我已经请总局无线电处的人帮我扫描信号，找他们的具体位置。什么时候有结果？应该很快。你们两个说说啊，段海平和庄云清从发病到死亡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啊？可能有件事你们不清楚吧，庄云清不是自杀的，是谋杀。在他喝茶的杯子里发现了氯化钾，这种药直接诱发了他的心脏病。那你的意思是庄云清是被段海平毒死的？局长，段海平出现了。在哪儿？一家小旅馆，老板说他昨天晚上住进去的，现在应该还在。派人去了吗？已经控制起来了。局长，二位，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认段海平就是水手。有证据吗？从他们家采集的指纹跟中转站药店的指纹比对完全一致，对上号，这个段海平就是水手。可是他干嘛不跑啊？他不离开上海，还住进了小旅馆，这是为什么？他一定还有没做完的事。哼，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查到了他真实身份。局长，旅馆已经控制起来了，要不要封锁车站？不行，那样动作太大，会打草惊蛇。佩林，你现在赶到旅馆。秦杰，你去车站。通缉令要发到每一个站台、每一个窗口、每一列货车。
完事之后到旅馆跟佩林会合。明白。处长，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就行动，告诉兄弟们尽量隐蔽。那周围的警戒呢？全都埋伏到里面去。是。是这个人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203号房，他就在房间里。你怎么知道他还在房间里？他中午出去了一趟，下午回来的，以后就再也没出门。我一直待在门口，所有进出的人都要经过我那。处长，没人。长官，我真的没看见他出去。好了，这事不解释。你记住了，千万不要慌，就跟平常做生意一样，知道吗？别再往树荫下看，正常点行不行？是。要让别人看出任何破绽，饶不了你。是，是。罗生布置好了吗？布置好了。怎么样查的？他根本就没去车站，没抓着啊。跑了。来之前不是确定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吗？怎么跑的？自己看。看哪儿啊？那儿。狡猾吧，巡检，已经确认了，就是段海平住的这间房。你说他这两天走走停停的，他要干什么呀？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没办完吧。我就琢磨这事儿啊，他一向谨慎，在身份暴露的情况下还要这么做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我回去了，你在这守着吧。哎，他肯定不回来了，让他们守着，我也走。他非得选这儿住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谁猜得着啊？你跟他那么熟，你都猜不出来啊？我跟段校长熟，跟水手又不熟。这倒也
是。别猜了，早点回去睡觉吧。这一出院就跑了一天了啊，赶紧回去吧。我给你忘了。哎，对了，大伯跟你聊什么了？跟我说对不起。这小子该跟你说对不起。你等我跟你说对不起呢？我不用。你凭什么不用啊？我从来没怀疑过你，我说什么呀？咋样的了？好好学习。嗯。别回头，是我。伤怎么样？没事，能坚持。你呢？我没事。你有没有吃东西？睡没睡觉？吃倒没事，只是睡眠不足。你有时间吗？有。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得说说后面的事儿。你睡会儿吧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这是你上次指给我的那条安全通道，记得吧？我现在需要你从这儿撤出去。你没有参加庄先生的葬礼，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搜查了你的住处，你在几个地方留下的指纹和在小旅馆留下的东西，足以证明你的身份就是水手。你得马上走。这都是意料之中的。我现在不能走，我还有事没做完。你可以把所有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办。他们开始怀疑你了吗？乱世中的尘埃，我们相遇在英雄的年代，一样不灭的情怀，沉默的期盼，岁月流转了各自的成与败，与舒展黎明前的光线，我们却站在向往的彼岸，一起吞下旧的暖，天过肩的寒，分了天涯，你和我各走一半，同样是灿烂的繁星，也有不同的轨迹。
是我们洒过泪的土地。